在台北中山 North Road Executive Yen Occupy Taiwan July 3rd Now 10:05And the tents still there. All right. A.M. July 3rd. Very cool. All right. Very hot.Occupy Taipei, busy as usual. 1, 2, 3, 4, 5, 6. Alright,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setup. Alright.Not many early birds. Alright, goodbye Taiwan to be.最后一点点安居之地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心愿。那我们现在
行政院有自动式的代表可以来代表张院长接受这个购物卡。院长非常关心大家，院长非常关心的啊，两位校长能够尽早去休息，但别的数据我们也不谢谢各位大师的，我会谢谢。好，谢谢，让一下哈。胡作非为，把苗栗县变成中央政府，把我们中央政府被弱极化，变成地方政府。我想这个完全不合法规，也不合体制。盼请江院长能够他的肩膀能够硬一点，真正要来照顾我们社会的弱势。拜托，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教授，他也是教授，现在教授应该要有这样社会的一个良知，要有一个道德的勇气。拜托，特别拜托，谢谢，谢谢。不好意思。我希望那个行政院的政府的市场代表们确实到了这个另外的心意，让大家给江院长知道。那我们另外的还有我，现在还有那个其他几位外星的所有的听众，他是特别想要为到今天辛苦，从昨天到现在辛苦在这里执行的远景。那我们是不是是行政院一样是政府是代表，或是警官这边可以有代表来接收吗？你们辛苦了，我很谢谢你们，这几天跟你们很方便，谢谢。好，那个分局的警官是说他们穿制服，可能这个不太方便收，那没关系，就是相信我们的心意，在场的民警应该都知道，就是人民跟警察其实是站在一起的，就是我们是因为得到了政府才迫使我们今天必须这样子对立。那我想我们今天这样的心意也是希望各位警官能够知道，就是如果万一有一天，万一这两天上面的长官要求你们帮我们处理的时候，或者是行政院里面的长官没有好的回应，逼得我们不得不跨过这道大门的时候，我们还要记得彼此其实是同一阵线，那我们还是要温柔的彼此对待。好，那我们是不是大家掌声谢谢这些辛苦的其他同仁，大家辛苦了。那我们最后他就放在这边，那如果各位那个警官好，如果休息换下制服想来品尝的都欢迎过来，我们很乐意提供这个彭大姐从早上到现在做这个地球上对老板谢谢。大体的问题就剩下这几步马上就可以解决了，拜托江院长你拿出你学者从政的良心来好好替他们解决。人讲做餐人，第一无囝，第二餐人，无囝袂使互霸食，餐人嘛袂使互霸食。
当有人要来霸占咱的餐饮的时阵，咱一定要站出来护咱的餐饮。过去唐朝李绅先生有一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今天我们大埔的农民变成熟读，在这地方，我们为了守护我们的农地，我们这么多天了，没有看到江院长真正拿出真心实意过来，劳驾这么多的警察同仁，冒着大热天，一下子穿着雨衣，一下子把雨衣又脱掉，这样的辛苦，江院长你看在眼里，你难道心不同眼吗？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关心大埔的农民，我们希望大埔农民在此地每抗争一天，都能够唤起这些公子完师的良心。水浒传古热歌这样讲：赤日炎炎似火烧，公子完孙把扇摇。公子完孙在里头吹冷气，这么多的警察在地方冒着大太阳来维持秩序，这么多无赖的农民在此地来做抗争，这些全国国人都看在眼里。我们希望这一幕能够唤起里面的公子完孙的良心的发现。下午我会在电视台上把各位在这里熟读抗争的心情会告诉全国的观众。昨天苗栗县长刘祝鹏先生到台北来宣扬苗栗县的政绩，但是近在咫尺的此地，有中埔的农民在此地这么守着辛苦的心情来抗争，他有来关心吗？由县长来关心了没有？所以公子哥儿把扇摇，这种大热天，我们内心越觉得感到无比的凄伤。各位辛苦了啊，小弟也只能够关心大家。我们希望我们的这边的诉求能够唤醒他们一点良心的觉醒。各位加油，各位。